谁要玩恐怖游戏？阿比可以帮忙，可以玩小鸡肉肉。不要下雨，我先一通，我先一通啊！我直接用call的。喂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睡觉。要不要玩游戏？玩什么？好玩的一堆。要玩吗？那你在说什么啦？好小声哦，听不到啊。我说好。你说好，好，那好好好，大刚应该是说好，要找个有脑的。凯奇敢玩恐怖游戏吗？因为有之前推凯奇玩恐怖游戏，他都不玩，他死不玩。跟他说叫他玩，他死不玩。可能你等下画面会突然跳出来。现在看这影片还好，但是你游戏要是全画面的时候，你会深入其境，那感觉会更不一样。现在看影片我都不会叫，但感觉有点要玩。我玩的时候我会大叫。现在看影片我都不会叫。啊，缺一呢？那个小严怎么还关声音关麦？哎，先开始吧，三个人玩还是先开始一局？我们先看一下。不然他现在宰这个13趴可能要在10分钟。不用笑，就你网路最烂。嗯嗯嗯，哈哈哈。不要这样子啦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咦，他灯会闪啦。我先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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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走。啊，不是。等一下，你先走是走掉，我以为你要走前面呢，靠北。我会卡着。不要，不要。我会卡着哎、欸！哦哟，你先走个。好，我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我先看一下。嗯，好，你先走。为什么墙壁上有菜刀啊？嗯、就这样嘟着。前面就有人了。那你知道完全不怕吗？就是他只要一走出来，我一直、啊。你就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啊！有人啦！怎么有三个女的啦？那什么声音？看到什么了？有鬼啊、前面有人，前面有，前面有鬼，前面有鬼，前面有鬼。你要不要？你们自己往前。我，你敢不敢不要卡在楼梯？你们自己往前走，反正我已经把这条路封住了。好看。我来，好慢的嘞。不要！一直闪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你来，我相信你。你刚刚都看过了。你刚刚看过了，走，我在你背后，我在你身后，不用你不用怕，我们先看看他干嘛？对，大家一起看那个，我一直我在你旁边，真的吗？什么啦？他怎么不见了？女人呢？干，有人被抓走了？凯奇吗？凯奇没有啦，我跑到下面了，靠背。刚才我想说你怎么被抓走，然后结果你直接跑到下面。不行，我会走啊！好呀，你先试一下，真的。我会走。没有、啊，先把小严拉进来啊、哦！先重开。我开了，来，请进。不要卡，不要卡，上去。刚刚已经看过了，不可怕。那你们去吧。往直接走啊！走啊！那里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为什么你不走？为什么你不走？我刚看过了，这个不可怕啦。好妹，我们一起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灯没了？他们的灯嘞？开门了。老师走好快。不用怕。不用在别人后面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把钥匙，这里。哪里啊？我捡厨房钥匙、欸。哎、nice. 欸，好像有一种左边你们现在屋子里。哦，这里。开了，嗯，好，哎、欸，又有羊，什么？要跟着他走吗？有羊呗，好，要，要给他草，哎、欸，有了，给他了，要烧他，是不是要烧他？啊？还是不用？哦，不用吧，我把他抓起来了、欸，他抓起来，右手，在你右手，然后呢？对啊，然后嘞？又去火里面是吧？还是祭坛哦，外面的祭坛哦。然后呢，要干嘛？应该是把所有的羊都找出来，把所有的羊都找出来，然后把它丢进去。感觉很多，要很多只呢。
二楼客厅钥匙，这里有楼梯。我看感觉开这个玩家很挡哎、欸，就可以、啊、三楼。啊！这里，上楼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哪。我看，等一下，快点上去。不要，不要。我们在二楼，你先上去。我找不到二楼哎、欸。你要我叫人家把我叫上去是怎样？没东西、啊。我去带你，你走在楼梯这里。我在楼梯啊。不会可怕啦，不会啦。我在二楼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钥匙了。可是我在楼梯哎、欸。我找到地窖钥匙了。天哪！在楼梯呢。下去啦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在哪里？他看我的灯走开了。我看到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会下来，他真的会下来。我看到你了。你先走。我觉得肉肉哎、欸。我来妹。好。啊，你人在哪？我在亲他。你在亲他？要不要？没有，我已经上去啦、啊。哦，你上来了。进去啦。嗯。哇哦。啊？他不会怎样哦。他不会攻击人吗？这被他摸到会怎样？我还拿到电池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呀！哎、欸，他去找你了，肉肉！照他！什么？他说眼睛红色的时候，紫外线没有用。需要越来越多的硬值哦！找到钥匙了、欸，客厅钥匙，我们要回去吧？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应该是进来，然后。先进来的往右转，然后再右转。右转。是吗？我有点忘记，我试试看，走看看。哎、欸，没有啊。进、啊、来，嗯。你的，我进来的直直走，你们过来，看到你了。你在哪？到了，到了，这里。直走。这里，这个门。客厅。我开了。怎么有个电视？哎、欸，地上有羊，是不是要跟他出去拿草？跟他出去吗？我们是不是拿着草？哎呦，我看一下。我把他抓起来了，是要怎么放他？按一。哦，不是，我要把它放到那一盆里呢。你靠近按一不行吗？没有呢。你按 G 吗？我刚刚按 G， 他就跑掉了。你看，哎、欸、吼，你赶快抓回来啊！我抓！啊！你抓！还是要先把它烧了，一次只能烧一次，要先烧，先浇汽油。汽油啊！有嘞！要不要加汽油？有嘞！这里有！我拿了！哦，有！我倒满了，等一下，它有一个圆圈要跑。他们说把油倒满这样子吗？哦、哎呦！哇、哦！一只有了，这样一只头上有写十只吗？我找，烧不来了，人来了啦！哪里啦？谁来了？前面有可怕的声音呢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照他，然后是不是要跑啊？嗯，跑哪？跑房间吗？我先带着，我会先跑，拜拜。我会先跑。另外一个那个羊呢？在我手上哎、欸，对。那不是要烧吗？不是我们只烧一只？哎、欸，快点，我拿油，我有油。我都忘记了。他没动，你跟他烧起来了，你跟他搞一下，他感觉会发飙。我们又叫了一只，哦，哎、欸，他快发飙了，他有点了、要拉一下，他眼睛红色的话，好像会不受控哦。欸、他跌倒了，哦，他摔出去了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出来了，靠腰，刘露，喂，啊，好。他眼睛红色的，好像不受控哎、欸，要走，真的要走。他追着你，。救他！哈，干被拎走了，谁被拎走了？这是谁？开心，不是我嘞，我死了吗？哦，好了，好痛，干我吓死了，完全没听到。有，烧到他了，我要怎么救你？医药箱！好，赶快叫！我赢他！哎、欸，楼上有地上有，等一下，有人在爬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要拿一个医药箱嘞，还要再拿一个医药箱。我们要去。他上来找我了啦！不行啦，你撑一下。不行啦，我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。阿彪，
我真的要死，他狂追我啦！他在追我，我狂跑，狂跑，我跑很快，我跑很快。烧死他！跑很快，跑很快。OK， 这个人死了。我朋友教我怎么跑步。还有。我朋友有教我怎么跑步，就是 OK。我找一下医疗箱，等一下。哦，这里，红色的，直接救！我救他！欸、救他！完蛋了！我在这里，看你们啊！哎，我回来了，恭喜龙！我在外面啊，我死啦！我在溜他，我在溜他！那医疗箱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倒了还可以溜啊！干你！好，怎么样？找个医疗箱啊！我有医疗箱，在哪里啦？他人呢？没看到他在哪呢？应该在房子里。就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旁边那个，我直接在他脸上救啊！你酸吗？哎，你背后。谁背后？你不是啊，我是说你可以过来，这里有羊。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在附近。没有，在一楼，在哪里？他在一楼。电视线在哪里？我在大门口。啊，你叫我吗？出来！男的在你脸上，真的。谁在我脸上？没看到啊。他刚在这里的，他刚在一楼呢。哎，那只羊我跟丢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再找回来，再找回来。真的啊，我就拿一个草。刚才追我，好。完蛋了，先帮他。对，我没有医疗箱哎、欸。有，里面有，我刚有放一个在地上。小迷路哎、欸。那你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有一个油漆可以上楼的，红色的。那应该在左边吧？这边，从这边出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在大门口。这边。怎么办？好像没有医疗箱嘞。我有，还有。正你了，我先眼力斥责。鬼去了楼，鬼去了楼。他被抓上去，他被眼力斥责，眼力斥责。谁呀、啊？谁被抓？啊？阿斌啦，我们三个都在讲话，感觉就指的是他了没？可以直接救吗？嗯，没在怕。你在往祭坛路上他不会怎样啊？他又没有红眼睛。是对着这祭坛按一吗？对。啊幺八五，他想，我躲起来了。鬼好像来我们这边嘞，好像是嘞。喂加一下，我先加一下。他在追我啦！他住！有了，七只了。嗯。什么情况、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我刚刚被抓走了啦！没事，我们去找他们。就你别怕！真羡慕你，这么热的天，就你一个人在地板上耍。他刚好像上楼了，我记得他从我这里，我这里有电池，也有。我要先走。发狂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快摇！哦，你走开！还在二楼吗？吓到我了！你怎么又被抓走了？怎么又是？哪里啦？我在哪里有？我在哪里有？鬼把阿 B 抓走了，是用那个医疗箱。我去救！那我可以一直在地上啦。刚阿 B 不是有一个钥匙还没用到吗？对，但不要是我，不要是我，应该在三楼或四楼，我记得有一间是你那个。哦，你不要跑那么快，你在后面啦。不是啦，你拿钥匙的，你凯奇被抓走了。啊，哦，凯奇被抓走了。有医疗箱，有，我拿到羊了，我先。那我们剪音，先不要放吧，感觉我们剪音。干鬼！下一个我麦克风，哎，麦克风，是啥啦？你娘嘞！我帮你抓他。哇，你被抓走了。啊，我的羊掉地板了。谁要帮我抓他？啊，我羊怎么办？哦，我救你羊呢。旁边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他能救吗？这个？可以，我救。要怎么用？他在旁边呢。直接按一，直接按住一。
欸，这边有羊，这边有羊。七八呢？刚掉的那只？哎、欸，我没稻草了。七八呢？刚掉的那只？这里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是有稻草，是有稻草。那我继续跟着羊、嗯，你们先去找，找草。有人被抓了吗？完啦。是谁？哦，不是我，有人被抓了。不是你在叫什么？好，我还以为有两只鬼靠腰。阿贝你不是哎、欸，谁有稻草？是谁被抓了？啊、完了，那我还要继续跟着羊吗？啊、我去找稻草，我去找稻草。稻草在哪、啊？在几楼、哦？啊，找到了。外面应该有。哎，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几楼。那、啊、小圆在哪里？我在后门。后门啊，找到了。在这里，我丢他，我丟他。楼上，你捡。哎，我好像……哎，鬼来了，我先跑，拜拜嘞。真的吗？你要跑哪里？我会跟你跑，我会跟你跑。你不要啦，你走开啦。我会跟你跑。好，你滚。哎，里面还有只羊没有烧啦，快点，先烧一下。我这里就有一个。那我去拿汽油，你先放。我去找汽油。你这里不是有吗？有人要救我吗？手上就有了。好了，海鸡叫，海鸡叫。哎。我抓他。你慢慢叫。不要，被他说了。哎、欸，他冷静了。楼上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干他走啊！等一下。好，你加油。旁边就有医疗箱的。我先把小羊放走。谢谢你吧。我操！你怎么在这么下面啊？哎呀，我找不到你。真的吗？他在地窖，他在地窖。爬。哦，好。好，我爬一下。哦、我直接死了、啊。救包在哪里？旁边有个跟我一起爬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我在你后面。可是我没有急救包啊。哦，那你来干嘛？我也是，不是、啊，我也是想来救你的，怎么叫我来干嘛？你去死好了啦！你去死了啦！我死了，我倒了。我也死了。鬼到我干全倒了，真的假的？剩我一个。我还没起来。你要去拿医疗箱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找不到医疗箱啊，谁可以帮我找一个、啊？我尸体在下面，下面一个呢。他往下跑了。我这里一个，我尸体跑了。他们烧一烧，我脸上超多人的。你屁股也是，是神，你屁股。不用，我直接拉，我硬拉。要啦，哎、欸，外面大雷雨哎、欸，我被抓走了，发狂了。我先救凯奇，我上去。啊！发狂了！有。对啊，谁在咬我啊？地上会有咬的，会被咬死。干！我被那个地板的鬼咬死了。等一下，我救你，我可以救你。先不要救我，先救游泳的人。你有用吗？好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！你不要这样子啦！怎么说？下面医疗箱，鬼在三楼。这里有医疗箱，我这里有医疗箱。我先去找羊好了。我在二楼。好，我二楼好像也有羊。干，二楼超多鬼，二楼一堆鬼。哪里有草啊？有看到吗？外面，他在二楼，他在二楼发狂。你快杀不了人了，真的。我杀不了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往下爬了。打到稻草了。你在哪？在哪？我拿到稻草，我晕！我剩一个吗？还是全死了？我看到被他抓着在兜风。谁活着？很一。啊，没有，死光。那后面有点难呢。我被灭团了。那我会做噩梦呢。加一。看一下谁最没用。还不错啊，四个我上榜两个哎、欸。啊，我最常被抓走嘞。小妍就只有你。啊，哎、欸，我都第二、第三的，你闭上。一刀几次？你自己讲吧。还是没？没有，你打一个平均值啊！你打一个平均值啦。对啊，我是某几颗比较好，然后但是有一些不太行，像救的我可能只救了两次。